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千羽，耶、yeah, ！我最近都走一个休闲 vlog 路线，然后呢，今天又要去华山，去第三次中日围站展，因为之前票买太多了，想说今天赶快去一去，然后刚好呢，我妹有回台北，所以就顺便跟她再去最后一次，之后再去。三创一楼的那个，反正就是有一些排球少年啊，然后炼巨人、咒术回战的那个动漫的，算快闪电版。啊，去完之后看时间，有可能还会再去国际书展逛逛哦，所以应该也是一集丰富的影片。那我们就开始喽。今天穿萧谷的帽 T， 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星期三这么多人。第三次，直接冲进去，看看可以拿到谁的学生证。因为已经来第三次了，所以就不会特别再拍什么画面喽。我就进去好好逛一下。一二三，啊，行吗？啊，不错，可以。到此一游，又买了鸡蛋糕，吃吧。好可爱哦，鲨鱼！这好像也没有好大吗？可是我蛮玩过分的。450就是，好像不错，只是说比较好看。对啊，这样再加分，好像不错。超多娃娃，这是什么？环游世界灯。它会回弹哦，好可爱哦。超可爱，这手机有点可爱，豆腐商。立牌390。奶具有需要吗？结果随便进来逛，然后就买了一个喷瓶，还送了一个口罩。找到了，好可爱哟、哦！好可爱哟、哦！超多。角落生物 ，Oh my god， 好大！游戏区，逛完华山了，我们现在要去三创。这里，大牛蛋。
不要去什么动漫展，来三创就好了，不用挤，真的。看的话也会觉得好看的作品。怎么没有马奇马？没有马奇马，我就四位，只有他们四块，只有四位。哦，有，这不是马奇马。嗯，马奇马，这有创意耶，这个帕瓦对不对？对。你看哦，蓝色监狱，蓝色监狱，然后你看。蓝色监狱，蓝色监狱，豆腐。为什么他在这里？我发现我真的会选那个头发最前的那个人，对不对？拍球少年去，我今天穿的是骷髅帽皮，大砖头。为什么金帆都要弄成这样？博库托，可是竟然没有阿卡西。要买什么呢？我本来想要一个小立牌盲抽，但是。好像是一张纸，看一下是什么。加油，加油！单人亚克力牌，单人亚克力。有哎、欸，有两个是周树文章，但不知道他会给谁。好，拿去玩，拿去玩。拿到牛岛的耶！你好像是第一个牛岛收藏。对啊，拜托，我求你了。哦，所以你太强了吧？你抽到五条老师了。是吧？他会冲出来的，不可能做成这样。真的，真的是哎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不是，但是，嗯，哦哦，等一下，六阶的那个，我知道，凑一对，超强，不是吗？耶！终于不是靠运气进行手术啊！今天是老师大放送，哎，又飞出来了。太强了！刚刚抽到的相卡，运气超好的，竟然两张都是五票老师，好感动，超好看的，非常喜欢。给大家看一下，我后来买了一个这个五条悟的侧背包，因为现在这个有点脏，我就想要换。那、为了凑那个1000块赠品，所以我就买了这个。包包资料夹，因为这个图案的五条它是比较久以前的图案，然后那时候我还没入坑，所以我没有拥有过这个五条的周边，所以我就买了。然后它另外一个是丁奇，也很好看。下一个我还买了一个立牌，这个也是我没有拥有过的五条老师的图片，所以还蛮好看的。最后呢，就是赠送的这个满额礼，我就是为了这个来的，是7.5公分，还蛮大的。因为我们现在来到统一时代，然后现在要走过去世贸广书展，刚好路过台湾灯节。哦，哆啦 A 梦。阿妈，现在我在财神爷这边。
对面也还有哦，好像是2月5号的时候开始，所以大家可以来国父纪念馆这边逛逛。到了，哇，好宽敞的走道哦，尖端，好啊，看一下看一下，耶，妈妈的盖亚，本次的目标。可是他在心灵上面所求。逛完了，买了一本书，等等。那以上呢，就是我今天的休闲 vlog。最近的影片都比较偏休闲一些，希望大家看的还喜欢。然后等一下就要回家了，结束了美好的假日时光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点个喜欢，最后别忘了订阅我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